发现台北新客家诗人叶日秋，今年88岁，在国出版新书。叶白是用他的五声演技，发现米伦山来做主题，写的行业史诗。那话以出色的素材，富丽按当年来，马成功打造出多样的文学体系。等人读者了解伊个作品，马高家认识何种。来到花莲富丽街叶日昌文学葡萄，其实俩唔系一条路，系一个生活圈。从河沟八公庙掠到，是因叶日昌是生活过，佮进行创作个起点。你要认识讲，叶日昌先生都以前佮除了故乡了位状态特殊按个位数，可能你认识，你客家庄。叶日昌1936年到富丽出世，因为做先生到花莲时生活有50年嘞。叶白新作品佮特别用米伦山作为创作题材，发表中强99条行业短诗。山山林水水啊，哦，一个草，一条树，全部在我个心中，在我个脑海当中嘞，哎，不然留下非常难得的记忆，所以呢，我用李白呢，用了山歌来表达。叶日昌从1960年开始，当年会出版一到两本书，当三忙都该做客家文学的创作。多年下，吴丹强已经发表过5两本书的，也是透过众多的青年学子。当年会出一本书，伫了来让大家分享，本学校的成员来分享，从了安用因的传承。另外讲，感觉讲叶日昌老师系花莲的宝，客家的宝。真好，大家学生的字哦，对几多吼，很尊重。叶日昌开始当宣铺有好土，集中本人那类尊重行业教材，叶白新书出版，提供一完善到11年尾，期盼叶日昌作品上过染创会，邀请汉卡多人来欣赏。客家新闻王小琪花莲报道。